给我500块可以睡你的床上吗？如果你是女的话就不用钱了啦，就我的床啊，就你是女的话就不用钱了。有人点歌吗？看一下，感谢3块。唔好害人哋啲仔女啦！嘟嘟嘟，感谢你订阅失业的台主，爱你哟！主播还记得我吗？记得阿浩，我记得你啊。哎，这首歌不错哎。潮，它的里面的歌词是非常有用的，好不好？嘟嘟嘟嘟嘟嘟！哎，这把我打谁啊？这把我打派克吗？这派克带血轮眼的，认真的吗？我操！这派克带血轮眼的，他想要他妈勾我过来，然后狂揍我，是不是？太凶了吧，兄弟！哎，不对啊，我打派克吗？那我带魔方，我不都是个智障吗？靠腰哦！我要被剁惨了啦！靠腰啊！比较怕的是他配李信 gank 超强的，如果派克中路的话，因为对面李信是打野啊。阿言、我看外国有一些实况组也可以这样，没有啦，那你要自己去跟那个什么拳头公司去谈那个交易啊，说什么哎、你发我全英雄全造型，我帮你去宣传一些东西，你要这样去跟他谈。哎，你兵不吃，你这样来杀我，你有没有问题啊，兄弟？我 OK 啦，我打得赢啦，我不会被这个派克屌打，我只是怕被 gank 而已啊，我现在没闪现。请问我有队友吗？请问一下我有队友吗 ？Hello， 哎，好烦呐、这些人硬要去 gank 哎，烦不烦呐、操你妈的！主播都不开动作预设系统吗？什么动作预设系统？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开了会很大差别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没开。你看我左右躲动是很顺畅，对不对？开了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动作。你看有没有？他妈的抽筋啊！这很难用啊！怎么这么凶啊，派克！我操，他那个刀锋跟鬼一样哎，差点要被摊杀了。难道刚刚那一波是因为开了那个什么预设系统吗？系统帮我走位吗？所以我躲过了他所有的那个大绝。啊！他不是说会帮我预设走位，靠腰哦。回家 ，A 160块。我是外挂，他为什么不发 Q 啊？他追着我来 A 啊，干你老子，我把他关了，操！我操！
这什么？哎、欸，他那个回复能力，那个护盾也太强了吧！杀小啊！干，又 TP 下来兽头。哎、欸，超强啊！露露跟卡玛两个不用死的、欸，一个 RW 回血，然后一个什么帮他变大，操你妈！被他们套路了。我去下路吧，我去下路吧，我去打这个 AD。我们来先挑一些比较弱的打，太强了打不赢啊，这卡玛打不过。哎、欸，会不会被这个 AD 单杀？他020哎、欸，我231。好，有史以来最价值的单挑来了，谁会赢呢？看你鸟，我差点输。哇，好强！是高手。刚刚这一波，我只能用四个字去形容了：高手过招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差点单挑打输嘞！我刚刚差点单挑打输嘞！原来我一直以来翻单挑大赛输这么多是没有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操！感谢七七 baby 订阅，谢谢，谢谢你呀、啊，新来的。啊！啊！啊！哇！还好。欸、我 TP 了，我 TP 了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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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强的来了，各位！Toys 雷兹这一波好秀好帅，哎、欸、，MOD 帮我把他 ban 了。还有谁？哈哈，金克斯，你知道吗？丑的先杀，那你有可能就你就是丑的那个人。我看你能跑去哪里？以一个人的正常逻辑逃跑的路线来讲的话，他应该会躲在这个草丛。我就是真预言家，全场唯一真预言家，金克斯查杀过。再把他飘出去，过！这把飘约德尔人过，谁？谁是约德尔人？准备收割！哎，各位观众，丑的先杀，丑的先杀。我出水星鞋，对面那个派克、那个甲子、那个卡玛的绑。我水星鞋把这所有东西都化解了，哇！这太有想法，我这个出装你们得写下来，拿那个笔记本抄下来。当对手有太多的 CC 的时候，出水星鞋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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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我不想要上车送头的。丑的先杀，露露抓到你喽！
把他们全怼了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很温柔啊！我操，我 sta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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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stay。我 TP， 我 TP， 我 TP， 我 TP。你有种就勾我进去温泉。谢谢。哎，这把是我在 C 吧？讲公道话一句，这把是我在 C 吧？啊，没有任何的疑问了吧？就我可能战绩不好看，但是我这一把做的事情绝对是。有健康的，健康的，没有在，没有在送优势，好不好？滴滴滴滴滴 ，OK 啦，输出只输给。